función. Pienso. ¿O不走? ¿Eh? 有优惠券？蒋师爷，蒋师爷，这个优惠券怎么用啊？哎呀妈，你别弄了，我明天帮你买吧。刘师傅，你一会儿下了高架之后路边停一下，你先把我妈送回去。你去哪儿啊？去公司。这么晚了，你回什么公司啊？帮你买鸭脖。买鸭脖也用不着这么急呀。 好像有很多能说的，不知道从哪儿说起。我那时候总觉得你对我特别好，不知道怎么还你对我的好。其实，你们到家了吗？我现在过去找你，方便吗？ 你怎么跟叶阿姨说的？我说我公司有急事儿。那你赶紧去公司吧。我去了。别走。 你怎么突然想到要回来的？你说让我说什么，就说说。但是打字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就自己过来了。那你说吧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一直没有跟你说。 就是我之所以创办了一笑好吃，根源在于你。 燕哥呢？咋没过来？他在校长叫的办公室去了。啊，没事吧？ 估计又是拿来一等奖的受表扬了吧？哎呀，这好学生就是好，天天受表扬。燕哥，那是燕哥在哭吗？哎，让开一下！哎哎哎！ 杨哥，杨哥，你怎么哭成这样啊？不是，校长是骂你了吗？不是，
我去校长办公室的时候，我正好腿上被蚊子咬了个包，我就接了点风油精，抹完之后我就忘了，我就手就揉眼睛了，我就一直流眼泪，我睁不开呀，我好辣，来来来，我帮你吹一吹，不行不行，好点吗？不能风太大了，不行不行，别吹了，赶快去洗一下吧。行行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走，哎，也不行不行不行，去那边。水这边啊，厕所在这儿，去厕所咱们怎么赔啊？去水房嘛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风好大，风好大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风好大，我好不好？我一点都不好，你忍着吧。